先拿你把门打开，我有急事。 陈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洪大哥是来救我的。韩九哥，为什么走这条这么难走的路？之所以难走，咱们会与小鬼子围堵啊。 中国三大道集落の囚人たちは水を探し始めたようですね。中村と待ち伏せする人に連絡。生意気な二人を殺せ。はい。 时间，七哥，咱以后天天得来这儿打水。这周围要是有鬼子，咱俩把他找出来干掉吧。好啊，那你把鬼子叫出来吧。
鬼子在你两点钟方向的石头后面。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那现在医疗队不是没人保护了吗？我有安排，尽量别把鬼子打死。拉腿。为什么？执行命令。 时间排雷，是，给我2个小时，注意安全。老伯怎么排雷去了？你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 远处一直在抢枪，也不知道啥情况呢。没想到中国人为了帮我们这么不顾生死。我们能替他们做些什么呢？洪四姐交代过，保护好医疗队的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事。好。